塞，都会跟九妹同台了。谢谢一位前队进攻，陈尚把吉哥推弃。中分啊，太中分了，中分一下，啊，有像有像有像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啊，好美哦，哦，那个配合，我们都回来了，房间真的很想我们，我真的很想你，我也是，在韩国啊，我想小弟，我太想不会，你这次来几天？4天了啊，太好了，我们4天都可以看到都会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 Go！ 哇，连大荧幕都是个斗天王主题趴的 Q 版卡通。欢迎我们九妹，今天特别来球场应援。来来，我问你，有没有最喜欢的啦啦队？太残酷了吧！那当然是林丹啊。对啊，我跟你这么熟。我从小看林丹跳舞长大，我还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跟着林丹姐姐。最好是啦，她比我大，好不好？野球林丹。太难选了。有没有关注的啦啦队？因为有很多队有来上过队节，所以我真的不太方便，我不太敢选。他喜欢短发，短发的我都超爱。真的假的？你还蛮多的啦。现场的，他现场剪，他一直叫我要去剪短发，他才来上过球赛。不是不是，因为你看林丹的这个五官可以驾驭短发，你觉得呢？就很可爱啊。一定可以，又不是不能讲那种敷衍的感觉，说原来太少三二。然像你看林丹的这种精致的五官，绝对可以驾驭短发。没错。剪好，那总监你要帮我们见证，如果我剪短的话，他一定要来上我们球赛。可以，哎，穿 Pro Egg 的内裤，好，穿内裤。不是我们剪了，不是如果短发你不满意，我花大钱让你奢华接发再接回来。对，他会让我接回来，接30000的。可以可以，好，我们是可以。我们在小型的频道里成功。没错，今天要跟乐天女孩一起应援，你会不会很紧张？有一点点。他根本没在紧张，我说你要不要练？我说没关系，不用不用。我说不要练不是，因为我小时候要体验那种轻度球迷一样，就是笨拙的跳。啊，想要看怎么跳、啊？对对对，然后他就跟我说每个球迷都会跳。对啊。所以我就没有，我就是刚入门的球迷嘛。对啊。就是我也相当期待，就是准备这一次来跟我们一起应援。你要认真跳哦。不会，我会。然后不用紧张，因为我们都会在前面带。好，我就跟着你们跳。没错没错。就跟我小时候的回忆一样。那个时候的电视还是 CRT 的。来来来，我们俊明九妹上场。好恐怖哦！俊明，他前女友来我温泉蛋讲过他的本名。俊明。跳应援舞哎，结果你又不练了。待会我们不是要直接跳吗？有有有，我会在前面，我会在。你会在吗？对，我会。那我会跳你编的舞啊。耶，可以。也不会太难吧？不会不会不会。哈哈，背手不背手，但是期待期待耶，期待准备。来来来，准备要球赛了。巴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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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上场就看到团长这个打扮，哇，养眼养眼，就是化身为不知火舞，没错，太美了太美了。他刚刚说哦，好难为情，对啊，超难为情，我好多害羞，我刚刚一个人不敢走上来，他们陪我走上来，真的很漂亮，太美了。期待我们最美团长在台上应援，来来来，球赛开始。
球衣哦，就是 MC 身上这件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是另外一版的球衣，是帅哥的球衣，可以可以，跟我喜欢的一样，哇，喜欢帅哥，对，我们期待的九妹要上场了。哎，史上最胆子最大的来宾，真的完全没练。我真的没有看过来宾，就是都这么大胆。他期待，那看他跟不跟得上，对，对他在下面笑他。准备上场了。七的七的，走啦！啊！接下来让题目的一员来。哈哈哈。为什么有邪心的感觉？哇塞，都会跟九妹同台了！谢谢一位前队进攻，场上打击郭天庆。你今天真的很幸运，因为我们很少遇到就是来宾来跳，然后这么，而且现在下雨了，他收工就下雨了。哦，这个天气 ，Sunny Boy， 好，可以可以，也希望你多多来我们桃园酒厂，欢迎你，很香嘛，很香，太香了。在歌会旁边有没有觉得特别香？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都很香。啊，哦，真的，怎么会讲话？真的，我刚其实好官方啊。没有，我刚刚跟林丹说，我说其实我最喜欢女生。认真工作，然后他的那个光芒的散发出来的耀眼，然后吸引的程度，其实远远超过我刚刚去休息室。真的，他刚刚是完全眼睛发亮。对，我就说哇塞，这些女生都好棒哦，对，好厉害。然后是我们很融入在自己的工作，对，而且用这样的热情带给我们的球迷以及球迷。真的有，就是感觉来看球赛是很开心。对，球迷都超爱他的，一直有为他放。他一出来，然后大家欢呼，男生会这样。真的，你是第一个。谢谢。如果上去没有人欢呼，我也会锁起来。其实也是因为有人欢呼，我就会笑比较开。对，一定是人来疯。是我们桃园的球迷非常热情，一定要再来哦，九妹欢迎你。好，没有问题。